彩福村第三期彩和楼入伙啦，恭喜！楼高37层彩荣楼，采用 U 字型设计，提供1110个单位，底层设有彩荣楼体育馆及彩福村街市。彩禧路公园绿化通道连接四周公共屋邨。前身是废弃的田沙石矿场，香港房屋供不应求，政府2001年开发废弃的田沙石矿场，兴建公营房屋，提供13000个单位。石山重重见绿荫，彩云片片现蓝天。彩福村糅合环保元素，村内有9支太阳能发电灯及1支风力发电灯，而村内种植大量植物，配合环境绿化。第二期彩福楼在2011年入伙，提供9个单位。
彩善楼、彩喜楼、彩乐楼，喺2010年就可提供2500平方尺嘅单位。彩荣路系屋苑主要车辆出入嘅道路。升降机行人天桥连接彩荣村，行去九龙湾地铁站大约15至20分钟。今日到呢度啦，中意嘅朋友请订阅、分享、赞好，多谢，拜拜。